想要像大胃王一样吃到饱、吃回本，只要在用餐前吃一样东西，就可以胃口大开，是哪一个呢？一、炸猪排；二、巧克力；三、馒头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，他也是来自日本，然后他厉害的是他的很会做菜，是一个帅哥。欢迎卡子桑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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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来台湾多久了？差不多两年。两年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两个日本人用中文沟通这样子。对，真的很奇怪。对对对。但是呢，今天为什么找你，是因为有原因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，但我年纪大了，就是觉得，哎，吃一下就会吃饱了。那有没有办法，就是让自己开胃？让胃口变大的一个东西，我有一个方法，一样的东西就你的胃口会打开。哦，是什么？是通卡兹炸猪排，通卡兹，真的吗？吃完这个会饱哎，有现在的我。它炸猪排的外皮，这个里面有油分，这个让你胃口打开，更想吃东西。那比如说这个是炸猪排嘛？对。那比如说炸鸡呢？炸鸡也可以，或是盐酥鸡都可以。炸的都可以，炸的都可以哦。有听过那个叫什么游离脂肪酸，对，对不对？有那个成分让自己就是开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炸猪排可以让你的胃口变大，但是我还是就是注重一下我的身体健康。那刚好你特别专长的是简单料理，对不对？对，简单料理。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拿手菜？好啊，那我要介绍两道。很健康而且很简单的。好，第一道是什么？姜烧猪肉。姜烧猪肉。看你有多敷衍。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第一个步骤是我先要做姜汁。这个是？这个是代打。糖就对了。对。然后这个是？酱油。酱油。这个是？米酒。米酒。砂糖是两大匙。哦，然后两大匙，米酒跟酱油是四大匙，四大匙，好。然后生姜，我觉得越多越好。哦，越多越好，好哎。好，接下来是弄个这个猪肉。哦，用这个塑胶袋要干嘛？塑胶袋里面要放猪肉跟太白粉。这个是太白粉。太白粉。谢谢。它的量是？这个是一匙，两汤匙。因为今天用梅花猪肉，梅花猪肉好。那简单料理的定义是什么？刚刚的砂糖是盘子很高，哦，对，用零卡的砂糖，零卡的砂糖。还有通常做张烧猪肉的话，也会用味淋。哦，对，味淋加很多味淋，它也是很甜的。对，所以里面也有很多糖。哦 ，OK。所以这边放掉的话，糖汁。好，那就差不多可以开始炒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。开火。大概中火就好。中火好，然后把芝麻油撒下去。你在日本的时候，妈妈也会做吗？会。这个是算是日本的一个很经典的料理啊。哇，先炒猪肉。对，先炒猪肉。所以你娶了台湾人的台湾老婆。嗯。哇，感觉怎么样？跟日本女生不一样吗？我觉得差不多，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。哦，对对对，不是国家的问题嘛。对，我懂我懂。哎，其实真的很简单哎，猪肉跟几个那些调味料就可以做出。对，姜烧猪肉。哇，好香哦，肚子饿了。最后把这个姜汁要，哇，好香。老婆，白饭，差不多可以拿出来了 ，OK 了吗 ？OK， 差不多了。哇，白饭出来了，谢谢。好了，完成。哇，好漂亮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而且真的很简单哎。嗯，真的很简单。很快，我们赶快吃吧，趁热吃，一起吃，一起吃。还顺便介绍一下日本人的吃法。我很喜欢加很多美奶汁哦，加美奶汁，哇，你前面减糖了没有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
嗯，果然是料理达人，超好吃。这个甜度你还 OK 吗？可以，这是关西的甜度，好吃，就像台湾南部偏甜一样。哇，好好吃！但是吃完这个，最后用汤来收尾哦，完美。卡斯坦第二道菜是鸡肉丸子汤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签摊地的部分是做用高汤跟酱油。对 ，OK。那我们现在要做个丸子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做呢？我想要打针绞肉，一个一个就好。好。哇，鸡胸肉几乎没有脂肪，很健康。它有七道材料也放进去，蒜头加蒜头，还有生姜，还有葱，再杀了胡椒，是不是差不多好了 ？OK， 所以就是打到就是一头泥转就可以了。对，所以真的不需要加一些蛋啊，什么太白粉啊，都不用，都不用。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加哦。然后今天用香菇嘛，也可以用金针菇啊，还有换菇也可以。好哎，好哎。哦，差不多刚好这个高汤也沸腾了。哦，用汤匙。哇，好疗愈哦！哇，我也可以体验吗？好。所以你的 IG 的那些，就是旁边的那个对白，都是你自己想的。对，我自己写。那很厉害，那些超级废话哎。里面的话，而且跟料理完全无关，怎么想出来啊？因为我自己内衣的时候旁边有刀。哦，他一直自己。还是我太大颗？没关系，你喜欢的大小。没有，反正自己煮就不爽。哦，对对，你看像这样子，很多废话，随便拍，反正你煮一煮就会爽。所以他的 IG 真的很幽默，大家追踪一下。就是关系，关系比较甜，关系派比较甜。哇，鸡肉丸子汤完成，好漂亮，而且很香很香。啊，所以这旁边的是调味柚子胡椒，柚子胡椒，对不对？来，请他吃。哦，我先吃哦，不好意思。这样子，好没礼貌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那我先不客气了，我已经台湾变台湾人了。来。你的原生，得罪所有人，好大，结果要等，因为太大了。呼呼，啊！啊！那就很像鸡三合的那个那一碗鸡肉丸子汤。对。我超好吃的，看不出来吗？是不是尝到？真的好好吃哦。它的丸子是走那种很绵密的那种口感，而且没有加任何蛋啊或者是太白粉那种让它凝固的东西，所以吃起来都是肉的那种香气，好香哦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啊！好，然后今天卡斯坦介绍的这些日料都很简单又很健康的，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，好不好？谢谢卡斯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